就怕你不讲话，没有东西可以解，哪占什么容量？你给我讲话，讲。嗨。我们前面呢是两位新人，林云珍小姐与的林正和先生，我们是北方来的亲友，我们是来给珍珍的礼物。你看，我们手上还绑礼物。哎，我跟你们身高差太多。今天是11月19号。这两位新人林云珍跟林正和穿得非常的正式，我们要去公证。请问我的妆发目前有没有乱掉呢？没有，很美。我可以拍到下半身，你看他。我们期待一下，今天是一个万里无云的好天气。台中现在几度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听说今天这日子很好哦。我们现在要走到了台中市北区行政大楼，他们要在这边公证。你现在来到了户政事务所里面吗？今天很多人结婚呢，我们来采访一下。紧张吗？有一点，我肚子有点怪怪的。翻滚吗？我早上已经大概两次。今天是好日子，很多人结婚。紧张吗？他难得穿得非常的正式。我觉得你穿西装很好看，因为你身材够好，就是够瘦。蛮紧张的，有一种初恋的感觉。对，因为西装这么……你好好讲话哦。我们漂亮的新娘，我只能说辛苦你了。哎，真是他的人都知道你辛苦了。哪有？不会，对啦，很开心，我们也很开心。终于有人把他带回家了，耶！那我们来采访见证人一号，心情怎么样？我心情好紧张哦。你会不会落泪？我觉得我应该会。对，终于看到他的，跟着他一起走过，看着他开花结果，很替他开心。哦，不要哭了，你怎么现在就开始哭了？其实我们昨天都有，对，我们昨天在吃春水堂的时候，在那边热泪盈眶。对啊，就是觉得好像等到了这一刻，很棒。麻烦你就好好照顾他，谢谢。对，我刚刚只是采访一下而已，他就落泪了。你才是双鱼座吧？不要哭，你才是水座的吧？我也会哭，怎么办？好，没有，其实呢。就是我们一定要来帮他做见证，是因为我们真的看着这段感情，应该是我吧，我看着这段感情就是真的是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，起起落落，然后所有的好不好的我通通都知道，都参与了，小心一点哦，最好收买我，真的非常的感动，也非常的开心，不哭的，这不行。对，好，我们要美美的。对，我们要美美的。然后希望她可以幸福快乐。真的，这一定很最重要的。对，谢谢你们下来。对，好，现在是给证件，然后他们自己准备的，这是什么？结婚证书。自己准备的结婚证书。我先看一下。好。看你们要这一份。我先签哦。来，我们真正要先签名啊。好。有种感动的感觉。对啊。林正和三个字签好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？好，我们现在要签林正和跟林真的结婚证书。好紧张。好。我想要表示签完了，好，换肖彩琴，三姐，好写。感动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是不是手抖？是不是手抖？抖了一下。是不是手抖？我刚刚小抖了一下。现在珍珍的妈妈，他们来到这边。嗨，八哥。八哥有没有很感动？有没有感动？是不是？当然感动啊。对啊，他会对他好的。我们会帮你监督。阿姨，开心吗？开心啊。有没有很感动？你们两个是加分的开心。我们昨天其实有哭过了。真的。对，太感人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在等证件，然后要去拍个照。八哥跟月姐都很舍不得。
在他们两个要交换戒指了，要好好照顾他一辈子哦。耶，好，现在换女方帮男方。超紧张，这个都手太了。好，那我们对着镜头比一下。耶，他们两个交换完戒指了。老林的脸。老林，干嘛？该不会要哭了吧？你不可以哦。好，那我帮你拍。阿姨，你看他自由了，自由了。来看魔镜魔镜耶！我们先回家，然后等一下去吃饭。好，对。阿姨，谢谢。阿姨，谢谢阿姨，拜拜。阿姨，拜拜。阿姨，拜拜。幸福哦，幸福哦。阿姨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就是从护政事务所离开了，我们见证了一个奇迹的时刻。对，很随性的新娘，也没有很随性啊，我觉得，毕竟新娘今天早上还来了读书，一点都不随性，都感觉在洗哦。我还是很谢谢你们可以下来陪我，如果你们没有下来陪我的话，我的今天会变得很枯燥，因为你看你们在我家。没事没事，我相信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你也会来陪我们。当然，一对。的老林准备的，这个给爸爸的，这个给妈妈的，谢谢。啊，祝你们有余爱河，一起给爸爸妈妈，谢谢那个这么漂亮的女儿嫁给我这样子，很感动哎，重要宝贝托付给他，谢谢你对正儿的喜信任，啊，也认可放心，他会像你和你的前世情人一样的。阿姨念得很好呢，银针，幸福美满的家园，更甜蜜的家。但是呢，你多了一个儿子，他的名字叫正和。这真的是他写的吗？是的，真假的？有点感动，感谢。今天一定要好好的生活哈，互相容忍啊，哈，这样才好。银针也一样啊，自己脾气要稍微好一点。我还有东西给我老婆。哎呦，还有。写给你的卡片，现在要打开念吗？还是会害羞？像你一样常做，不要是不是？对啊，阿姨念得很好，真的。谢谢。是他有史以来写过最多次一次。你可不要落泪。我其实很感动，因为就是他真的没有，他真的木头啦，所以我有点惊讶，他是有准备这个。抱一下，抱一下。我就好尴尬哦。